百年芝加哥乐团即将在这个礼拜首度到台湾演出了，由芬兰籍指挥凡斯卡带领，而这两天的音乐会也很难得请到的是独奏家参与演出，而这么坚强的内容只见台湾乐迷独享。在乐迷的引颈期盼下，世界天团芝加哥交响这个月25号终于要来台湾了。由和乐团默契十足的芬兰籍指挥凡斯卡带领，第一天由乐团首席也是来自台湾的陈慕容演出优美如诗的《孟德尔颂小提琴协奏曲》。台湾的骄傲，我们团的骄傲，陈慕容先生能够在台湾拉孟德尔颂这个小提琴协奏曲，他的拿手，这又是台湾听众的这个一个幸运。除了第一天有台湾之光，第二天还邀请到俄国小提琴奇才凡格罗夫演出，两天节目不同，但都是经典中的经典，而且都是亚洲巡演中其他国家听不到的。在美国音乐家工会是非常严格关于多长时间你可以拉，不能超过要加钱的。这次为了台湾的特殊情况，一切开绿灯，我们一切点头。回馈乐迷，芝加哥交响乐团要让首次登台意义非凡，又有无限惊喜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